嘿、hey, ，大家好啊！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马六甲，在靠近丹中彼得拉还有本加勒巴拉这边，有一个叫做布洛格内的地方哦。这个地方啊，很神奇哦。它退潮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出现一条路啊，让你能够走到这个对面的小岛去。所以现在我将录下这个 vlog， 然后分享给大家，到底它是怎样形成的，然后那个体验是怎样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开始要退潮的时候。当水位退到石路出现时，我开始步行过去。切记在海水涨潮前，一定要赶紧走回海滩。当海水完全退潮时，一条明显的石路就这样出现在大家眼前。